来，你这个程序结构当中出现了几个问题，就是第一，人生教练就是一个冠名词，人生教练它是个身份，魔术师又是个身份，就变成有两个成年人身份后面去衔接一个身体，所以你前面的东西可以是扭转人生魔术师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人生，或是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是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跟叙述，后面加上一个冠名词，再加上身体，那这样的法律就对了。因为人生教练，教练是一个头衔，魔术师又是一个头衔，两个头衔就叫一个叫什么？怪怪的。手机加进去，系统加不动。OK， 好。手机加进。